身白色气质连身裙，中国大陆女星杨幂担任美国知名包款品牌大使，现身纽约时装秀。2019春夏纽约时装周步入尾声，杨幂远赴旗舰店举办签名会，还分享她与品牌合作设计的最新包款。这已经是第三次来看秀了，然后心情也非常的开心，很期待。它上面的钉钉，然后是非常有趣的，所以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身为品牌大使，杨幂当天身穿迷彩夹克，帅气现身，而她也在会场被捕捉到被品牌总裁狂拉手的照片。网友笑说，可能总裁也对杨幂逆天的美貌一见钟情。适逢32岁生日，他也在品牌准备的私人飞机上度过了一场惊喜派对。不止杨幂，歌手周笔畅以及因《延禧攻略》走红的魏璎珞、吴谨言也同台出席，献出他的时装周初体验。而妮可基曼等好莱坞大咖女星以及南韩女团 BLACKPINK 成员 LISA 也盛装出席，为这次纽约时装周画下完美句点。三立新闻许绍珍报道。